真正是客户跟伊遐直接讲话，伊是咧讨论啥？哪会讲到遐尼啊无欢喜？你小看我无啦，想当年若不是因为你先替我生了因团这个囡仔，啊，若无我真正哦单金良还甲绝子绝孙，我那忍受不了，那疗伤，我找机会要甲伊报仇。总算讲，我等到恁客早囝嫁入去陈家这个时机啊！你到底是在讲啥啦？哪会讲到我身躯顶来？阿涵哦，伊是无辜的啊，不是伊害你的啊！我当然嘛知影，想叫伊要嫁予陈金龙的后生陈忠信，陈忠信。朱信昌因早囝朱丽萍偷偷在交往，啊，不过伊唔敢违背陈金良的命令，唔则会甲朱丽萍放杀，去娶彭彩霞。哼，迄拢是我伫后壁偷偷咧栽弄的。朱丽萍这戆查囡仔，时间会算到这么准，反头去找陈忠信来算账。这样去个，甲陈家两妹甲斩断，我早就伫遐布阵啊！彻底斩掉陈家运势。朱丽萍，也只是我借刀杀人的工具尔。就是因为你去对付陈家，唔知我感觉我亏欠阿霞欠欠足济，后来伊阁闹提。我唔知遐借来咱家的，家做嘢来。所以我讲啥，我讲反对伊，你甲接转来，伊就歹命。哼，啥人唔嫁，硬要嫁入去衰败陈家，你当可怪啥？原来是安尼，原来当年接不转来做嘢来，内部是安尼。我的囡仔无去，大官阁出意外，忠信家己脚阁受伤，根本无法度管我。好佳哉，客户将我接过来住，若无我连未来拢无法度好好做。忠信，敢讲你叫我袂记啊？是，你迄三晚时阵是身体足虚弱的。我直直倒位，倒到伊倒的面床，拢袂停袂动。原来阿爷就是客婢，那安尼生活一切，就拢讲会通啊。免啦，我直接甲你保证，迄款钱绝对袂阁发生啊。客户。彭彩霞，是向尊你伫来遮？哦，无人讲我病一礼拜啊，我若无入来哦，那有可能听到遐尔精彩、惊世骇俗的真相？原来哦，我所受的苦，拢是受恁弟。你即摆是咧胡白讲啥？是你家己脚步打叉，敢会怪别人？别想要搁骗我，我拄只已经听甲清清楚楚啊！是你，是你一手造成陈家衰败，害我陈大官无法度承受打击，才让老祖杀，害我连个家后生都保不掉。这一切。拢是你亲手设计，要断陈家的风水。客婢啊，原来你才是迄个真正凶手。啊哈，你唔知头唔知尾，你也欠讲一句啦哈。你免替伊辩解啊啦，你替甲个翁婿暗藏遐尔侪年，甚至。伊利用邪术，借别人的身体延续家己的性命，
你老嘛是去点点，忍受了。客户啊，请问一下，我是有倒位你敢唔对？啊，你听客户的话，客户是要帮助你的，啊？莫讲你是为着要帮助我，你只是想要替你红纱红毯舒心安尼啊啦。客户啊，这边你回新加坡转来，其实哦，不是要为着物价主持正义，其实哦，你是想要搁实行一片转型书，做有人会、少人会叫对无？客户啊，你莫讲看卖咧，我是有啥物所在理解唔对啊？啊是讲？我都叫你哥哥，你所有话必须拢讲出来啊！鹏仔啊，我可讲你啊，我是有被超过，啊那无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啊，这是。哥哥啊，免阁动啊！我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你是打算要对地青浦啊，搁万条万两个人安怎？拄只，我若无说你卡着，是毋是就会破坏你的法师？你的心血就拢会乌有去啊！你若敢，我就随甲你处理掉！哎，你莫生气啦！你甲这法师告好阮，啊吼，我会甲讲，袂让伊破坏你的计划啦吼。你莫生气，啊，紧紧紧，快出来，紧出来。面啊，上好是当洗好盆菜下，那无就莫怪我对伊无客气啊。我感觉我搁实在足悲哀，给我失去囡仔，失去后头厝的支持。失去阿婶的关心，令我人生是一片黑暗的时阵，你煞亲像是一个圣母同款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收留我，替我做未来。你敢知影迄时阵我心内有我感激的？我认为你是全世界上加疼惜我的人，结果根本都不是。客户是真心关心你，绝对不是因为要弥补你，这点你绝对不能质疑我。你帮助客户欺骗我，这就是真心的关怀是。你真正有把我当作是你的仔仔，你就要先替我设想。高攀跟林荣这些人。今日是我上尊重、上信任的客户。小月啊，拄只哦，你陪我金沙，今晚我替你鉴定一下，你明仔载要穿的衫，好吧？好、哦，这暗欢喜，莫因为阿爸甲超强，无我着去婚礼，感觉足失望的。你爱我穿啥拢会？嗯，想袂到你这毋是我亲生的，比我亲生的更加担心的吼。你无想要看到遐代志发生？事实上，就是我已经吃真济苦。经过遐明仔细思索，你叫我要去找谁头？你讲。啊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好好听我讲。无你安尼是，我无法度阁甲你讲落去啊。什么情形啊？即摆是饭菜啊？你甲你阿妈大细声哦。都是呢。啊好啊，一个饭菜啊。现在是家里没猫，猫鸟就跟翘脚了，走，来去打猫鼠。宝仔，你是拍啥货啊？我早就知道你是带假面具来我们尴尬，才过没多久而已，你的真面目就搜出来了。你别靠着我妈听你哦，你就软头青骨，对伊这么没礼貌呢。你若唔惊，我若是搁甲你赶出去，即马是无人敢受了你这身骨比石头骨还硬，我都查无。你讲我傲到了，
我一直今仔日哦才发现哦，原来我是一个哦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啦。哪里讲啦？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佮不照顾我，只是拄啊好那尼啊，我并无欠伊钱。阿妈那看起来真哩亏欠。哦，妈，妈，你有听到这乌头查某讲这无天良不守话无啊？你哪讲这点点呐？你应该袂认为讲你答应你的好姊妹要照顾这个饭菜哈，所以讲你就认为你欠伊一世人吧？哦，莫怪啦。中林一开始哦，就对伊哦无好感呐。等伊回来哦，我一定要叫伊把这食了面挂出去。你唔通安尼啦。啊，阿姆，阿妈，你甲阿哥先做啊，那会凶冤家呢？啊，拄则唔是阁好好，敢是因为我甲文耀的代志，恁都无欢喜啊？无啦，三八囡仔，这甲你甲文耀哦，拢无关系啦。买到的恶鬼心，妈，你唔免惊吼，有我甲超越和你靠。你若是阁嫌无够，我即马吼都甲超强恶起来。超越，你即马随敲电话给文瑶，叫伊紧过来。人咧讲吼，拍蛇爱拍七寸。我即马就和文瑶知影讲，伊这个老母话卑鄙话苦，和伊知影讲，伊无认这个老母是正确的代志。白秀兰，你才是家长代志，讲到小雨遐去，我绝对会找你辩。我咧惊你哦，我甲呛你哦，我著甲甲你赔啊！安怎？阿妹，哎呀，你还是写创啥啦？这煞无什么代志啦，哪来惹到安尼咧？阿妈，阿姆是关心你，替你抱不平，伊也毋是歹意啊。而且阿妈，你甲阿哥若是有啥物重大，会当讲出来，大家会当到处注意啊。搁再讲。阿伯不是上讨厌人来伊的厨房，啊！恁两个在这冤家安尼，唔就代表代志真正足严重诶。但恁是后白想啥啦？阿妈叫我来这讲话哦，那是伊知影哦，不讲明仔载要办喜事，伊就甲我苛刻啊，叫我爱度忍，去甲不甲人回事的，叫因手洗腰管。两早帮我刷，卖跟我计较啊！啊，我就是听袂过啊，想过想去啊，唔只跟你阿妈讲话大细声。凯布，你讲对无？是啦是啦，就照阿公阿弟先无唔对啦。阿母想要替你洗白，为什唔对？中年的对你无信任，那是因为你甲母甲母甲家庭不灵呢。即卖人要做婚礼，予你去赔罪，你阁唔肯领钱，阁怀疑阿母的用心，你真正是唔知好歹呢。也害我命运坎坷，结合冤枉的人哦，唔是一句实话就会当透气的啦。想袂到客户这尼啊天真，你嘛这尼啊天真。你若是无悔改的心，你最好是莫去啦。那我做是我吼，根本就无可能提这款意见。那伊人还阁有穿天好好的婚礼呢，我还看到你这款带水扫秋千，你是要甲人拍这水哦？你最好是都莫出现啦。好啦，你减讲几句啊，好无啦？一个人一个性啦，啊，若阁无愿意吼，就莫勉强啦，一人退一步啦。啊，媳妇你嘛真奇怪呢，啊，你明仔早起。七早八早来起来要参加喜宴的人，啊，搁当去休困，你搁徛在这创啥？你嘛同款啦，这阮哪会租房啦？伊上讨厌人来的啦，伊若是知影讲你来伊的租房，伊绝对气到头壳青烟啦，紧倒去困啦，我要关门啊！